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墨。小清新家的西式时装孤叶骑士的三师徒已经出来了。从背景上看的话，是一个废弃古堡建模的场景，地上的话陈列着杂乱的剑与盾。三师徒第一眼看上去的话，像是行走在古堡里的亡灵骑士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提琴身穿一袭破败的铠甲，铠甲处的话似乎还流淌着蓝色的液体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身体的话显得有些虚无缥缈，这边的话看不到手指跟腿。另外手部的话和海报相差甚远，不是那个白骨，也不知道到时候建模效果会是什么样子呢。另外从正面图看的时候，咋有点像穿小短裙的感觉呢？然后这细长的腿和杰克那款汪川渡人似乎十分相像，小伙伴们觉得呢？伴随金皮的礼包里面呢，还有一款紫过月光，这瓶子的建模看上去十分的好看。一旁的话坠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常驻的发光效果。瓶子上面的话还有一个载入界面的图案设计，里面的话和条上是那款星辰一样，盛满了蓝色的液体，十分的好看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过件效果会是什么样子呢？特殊爆人动作的可能性应该不大，毕竟是搭配礼包金皮的。参考此前的紫过凝结的梦境，是给琴弦跟音符加了个冰晶的效果，这紫过到时候的效果应该和这个差不多，期待到时候的表现吧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